开饭了，今日午餐。水果捞。水果捞，看谁长的啊？米饭跟火龙果分别给你放好。这是为啥要分批呢？因为水果是水果，菜是菜。这个是啥？玉竹鸡爪。这个玉竹好吃啊。酸辣土豆丝。这个没事。这鸡，这个千万不要跟火龙果鸡吃。这鸡怎么也没想到它这俩爪会成了玉。这个麻辣香锅。香锅。包菜。好嘞，都爱吃。好嘞，谢谢你。西瓜。英镇大西瓜。西瓜太大了，吃一个就行。好嘞，谢谢，开始干饭啦，家人们。